关美拿到 KQ 普通话加注三个大盲，按钮位手持 A9 通话跟注，其他人弃牌翻牌 5K3 两张黑桃，关位中了顶对，不错的踢脚，持续下注2.6个大盲，三分之一底池，按钮位有后门花和后门顺的机会，跟注也是可以的。转牌没花四，关位下注9.6个大盲，四分之三底池，按钮位牌力得到提升，有了坚果同花和卡顺的机会，隐含赔率不错，跟注残打，河牌没花 K，同花听牌到位，关位认为对手不会拿到同花，关位中了明三条，下注24个大盲，四分之三底池拿价值，按钮位幸运地拿到坚果同花，全下76.2个大盲。关位不相信对手秒跟注，输掉这个大底池。